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透明的茶壶，好，里面已经有放好一些水，开水，开水，这有什么不好讲的？现在就帮我捧着它吗？哎呦，可以不可以手可以帮它加热吧？哎呦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呦，要干嘛？再加点水好了。哎，加一点水。哎呦，哎呀啦。哎呦，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，它就是还是水，还是水，还是水，从水变成比较多的水。当时这位老板呢，他会把茶叶倒到手中。哎呦，啊，这样子啊，跟这样卫生上面不是魔术，它是魔术，我们不要这样。OK， 他把茶叶倒到手中之后，欣雅姐，你喜欢喝什么茶？红茶、普洱茶、乌龙茶，你选清茶。对啊，可以柠檬红茶吗？柠檬红茶。嗯，好，红茶啦，大概就是红茶，因为颜色好，没关系。当时这位老板会请客人对他手吹一口气，对手而已，那真也吹要手，对，吹口气之后，怕是他怎么会？哇！干什么？怎么庆功呢？这个茶叶的元素会慢慢的被萃取。他瘦了吗？为什么？太神奇了吧！真的是红茶的颜色，太神奇了！形象挽救大成功！哇，为什么？他们透明的吗？他们就让茶叶这样变色了耶！不可能，可以加的茶叶不见了，茶叶不见了，怎么会变色？真的可以喝茶？茶的味道吗？茶吗？一点点，喝一点，喝点吧。